这是一个这个自测的抗原啊。对，然后呢说这个用橘子测试，很多人是阳性是因为吃了橘子，这个用橘子测试说这个它能体现是这个阳性的啊，现在没问题，测试一下橘子。你得说一下哪个是阳性，两个条是阳性。用橘子还用橘子皮呢，你这挤出点汁儿来啊。行，用这碗啊，没事，待会儿擦擦，你负责帮我擦。来看着啊，哎呦，快点，你又加点口水了？我加什么口水？不加，橘子就行。那啊，走着，橘子已经进去了。来，咱拍着拍着拍着，这还滴了一大滴。嗯，这怎么都成这种颜色了？对对，它慢慢的就会什么了？得等它到 C。我真的想一条道路。我去，这他妈真有杠哎！一条道路就出来了 ，T 那有了，看 C 有没有啊？我的真是他妈两条杠，哎，真的是阳性，一个这橘子是阳性，我靠，我再也不吃，看两条杠，我再也不吃，那不可以，所以说这个做核酸之前别吃橘子啊。